太好了，大巴扎又恢复营业了，希望大巴扎早日恢复到以前的生机。我们大巴扎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连夜进行了一个街区的彻底性的一个消杀。我们今天主要是集中商户对于货品的一些更新更换。那么我们现在更多的产品是针对本市民居家使用和自己的日常的一些摆件等的这样的一个货品的一个调整。必须得做好我们的店铺里面的桥梁，然后外面进的人必须得把自己的那个防护做好，冬季的新的产品准备好。我们希望就各个地方的游客，多关注一下我们的产品，也多支持我们。线上线下都有，而且我们现在也比较方便，也有那样的小程序。之前也有前期扫了我们这个二维码回购的顾客，然后他们也会在上面买。我们冬天主要还是回购的会多一些，啊，每天也有几百个呢。当然来旅游的人也会顺便买一些这里面的产品，自己带回去也比较方便。过来就逛一逛，有热闹热闹。